每位女孩蓄势待发，音乐一下，魅力爆棚。看每个人都是啦啦队女孩，但其实分属不同球团。原来这回把五个人集结起来，是要为了这些人应援，要把我们台湾代表队这一个代表的光荣，以及呢是在背负的所有人希望的这个旗帜，交给我们的数额的选手们。就是因为 Predator League 东京总决赛准备登场，台湾代表队由从初赛过关斩将夺下亚军的掠夺者树德龙出征，年纪轻轻就要和印尼、马来西亚等选手较劲，绝地求生。他的关系让我们组成这个队伍的，然后我们参加比赛当队友的时间也有个两三年了，所以大家彼此的默契都蛮好的。之前是会有一些台湾、台港澳的选手，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参加制定房的练习，平日就跟别国选手到处切磋，也说夺冠关键就在默契。其实他们来自的树德家商有成立代表学校的电竞战队，训练就是队员日常，还会参加表演赛，先前更也得过许多荣耀。其实就是我们很常在不同的活动遇到彼此，然后就都看过，然后这次就是很开心可以就是一起加入Predator Girls。我第一次练舞其实是我生日当天，我觉得很热血。放下私事冲去练舞，虽然跟之前一样都得排练，但这回不仅造型更帅，舞蹈编曲也走另一种风格，倒是跟帮球团打气很不同。除了让粉丝看到不一样的他们，最重要的要让选手放松心情，发挥实力。 TVBS 新闻张汉文是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